中北经历倒手旁的猴仔，准备来制作倒手旁糕。北港镇老厝社区，大概拄到北港朝天宫了进进香，也是白沙屯妈祖进香等活动，拢会号召社区中北制作纪念品倒手旁糕，送予参与活动的信徒。因为朝天宫将伫十一月底前往台北站进，社区中北嘛趁着这段期间，赶紧来制作这纪念品。希望将这爱心送到北部。阮来做这左手香吼，是为着吼要做功德，要供应吼遮一寡人吼，这行而用安尼啦。啊，我感觉这足好诶吼，就是吼，我两工前吼，为着要拜拜，我煎一块肉，规个劈起来，我诶手拢规，我这手规个拢红诶。你看我这拢现在都没有痕迹，系啊，我一直甲伊抹吼，都两工都拢，冬工都拢无红啊。所以讲，阮的左手香真的很好用，伊就是咱这烫伤啦吼，也是蚊子吼叮着啦吼，啊个个人是讲你割伤啦，迄拢有效，啊是你去供着吼，哇嘛拢效果拢足好。那我们左手香膏这次制作的哈，是要配合那个北港朝天宫，他11月26号他到台北松山去绕境。然后我们每一次就是北港朝天宫或者是白沙屯妈祖到北港，我们都会做一些左手香膏去跟那些香灯客啊信徒做结缘。我们的这些志工妈妈们啊，大家就是出钱出力，还有两个志工啊，他是负责帮我们采集左手香来让我们做制作。倒手旁膏有这么多用途，不管是烧烫伤还是酸疼伤，抹上倒手旁膏了后，拢会当得到明显改善。老厝社区表示，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，社区准备了10000份和香灯卡来结缘，相当受到欢迎。甚至有人伫网络上来问讲要安怎来买，不过这是一份和大家结缘的心意，敢若上无爱买。左手香呢，它的功效呢是可以有消炎止痒的功效，甚至呢就是酸痛它也是会有效，还有在对于烧烫伤方面它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功效，就是有伤口的部分呢就不能擦。今年年初白沙屯妈祖来的时候，我们发放了大概10000多个这个左手香膏去跟信众结缘，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只有做结缘，所以在市面上他们是买不到的。在社区长辈热情付出之下，本厝要向大家结缘的倒手旁膏嘛陆续制作完成，希望收到的香客会当感受北港人的爱心和热情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